若为此写成今日一段情，悲喜遥远与之呼应，再为你取出这把桐木琴，我又感到如此用心，为我解开脚腕枷锁的那个你，哼着陌生乡音走在宫闱里，我为君王抚琴时转头看到你，先生中深藏初遇的期许，月光长长长长到故里，总会多少令人唏嘘，沿着你喂给我那烧热粥，这年月能悄悄地过去。悄悄。